看看新闻网。先来看一下我们节目和 LTV 所合作的风尚之星啊，上周的主角呢是刚刚完婚的刘恺威和杨幂，而这周呢我们的风尚之星也在今天走进了婚礼的殿堂，没错，他们就是陈思诚和佟丽娅。前不久呢他们俩呢就为一周所拍摄了一组大片，当时呢这两个人还没有公布他们现在的喜讯哦，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那时的陈思诚和佟丽娅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。在电视剧《北京爱情故事》中他们是这样的，公布恋情时他们是这样的，我希望大家能祝福我们成为情侣档之后他们是这样的，别看各自摆 pose 摆得风生水起，可要两个人在一起拍摄封面，这过程就没那么顺畅了。不错，我超美的啊，天作之合啊！大片好不容易拍摄完成了，那两位赶快对着镜头说两句吧。别老把话筒给我。我要稳稳的幸福。感受就是难受，就没有，因为，最近工作其实强度挺大的，是他一夜没睡了，对，然后今天又要穿这么高跟的鞋，要坐在地上，其实挺不容易的。其实我们平时都有自己各自的工作，很相聚的时间挺少的，能够通过一个拍杂志然后让我们在一起工作，觉得特别开心。婚姻也好爱情也好，其实是需要经营的，需要很多的方法，包容，彼此更关怀对方，信任，很多很俗气的词，但确实需要作用在一堆人身上。我觉得爱情就是此刻他愿意跟我在一起，我也愿意跟他在一起，好好的往下走下去吧。2014年1月16日，在相恋了两年多之后，陈思诚和佟丽娅这对明星情侣终于在大溪地幸福完婚。愿他们能够像前面说的那样包容、关怀、信任，然后好好的走下去。更多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1月28日一周 FAME 的封面人物行李在线 LTV 联合报道。希望在演艺圈的这两位啊，能够真正拥有稳稳的幸福。